有冇谂过有朝一日负责照顾大家起居饮食嘅会系一个机械人呢 ？AI 人工智能机械人一直系各国嘅创新科技研究重点。由深圳科技研发一款叫做 Walker X 嘅服务型机械人，就成为咗今年七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嘅焦点。Walker X 能够自动识别路障，轻松上落楼梯，仲能够同人捉棋，帮人按摩。将来有机会应用喺家务同埋照顾长者以及小朋友。机械人能够有呢啲功能，得力于背后嘅 AI 人工智能。而中国喺 AI 创新指数嘅排名系全球第二位。国家几年前公布嘅中国制造2025计划，提出要全力发展智能装备同产品，目标喺2030年成为全球主要人工智能中心。服务型机械人嘅出现有助节省成本，促进产业转型，更加可以为大众提供更优质嘅生活，亦都系国家发展创新科技背后嘅最大愿景。新时代新体验 ，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